我是今天的外景主持人安安。现在在我身旁的这位就是我们宜兰旅游达人强哥。Hello， 强哥你好。Hello， 安安你好。哇，来到宜兰有什么地方是一定要去玩、一定要去试试看的？哦，有非常多。来，在我身后的就是我们外澳旅游服务中心。那外澳这边呢，比较著名的就是我们的冲浪跟戏水，还有不定期的活动。那在外澳这个地方呢，还有可以远望到我们的龟山岛，龟山岛是非常漂亮的。哇，听了这么多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外观十分有南洋的气氛，附近水域及沙滩还可以从事冲浪、戏水等活动。正对的是龟山岛，独有一片湿地沙滩，得天独厚，可供游客散步赏景。这座建筑造型现代，外观是黄色的外墙，衬着蓝天大海，令人感到特别的轻松悠闲。